等我赚到钱了，我就去做点好事儿，也跟你们一样。兔兔姐这两天也忙，也不热闹。蝈蝈姐姐先把中午没有完成的那啥子玫瑰花啊啥子的给我完成一下噻，送几杆。我感觉怪得很，妹，别个坐起聊天，他那个礼物满天飞，我那个做活儿还倒贴钱，我感觉好纳闷了。我不晓得是哪个环节出错的，为什么我看别个那个直播他坐起聊天了，那个胸打个 PK 还弄个胸啊。明天去试一下，我去卖点香蕉啊苹果呀。你没做出来呀、啊、我没做起来，不是我知道原因，没，我知道原因，我那个这里不方便说，这里不方便说。你们想听唱歌不？你们想听唱歌不？把声卡拿来，弄起唱歌嘛，播哈嘛，拿来，拿把声卡过来，弄起唱歌。像以前一样聊聊天啊。啊。好吧。哎。不是哈子你这个。你窝的时候忙起窝。你想听歌不，妹？人，我们一起做，我带着你。要是你在中线就好了。感谢我们70后蝈蝈的点赞，欢迎8831。去到八姨那玩时间了，八姨那玩个倒打枪，那就倒在厕所里，那两个玩都捡了，除了幺妹的玩个那些玩啥捡了，捡了弄麻烦麻一下。我哪天去一趟，你要来我这里，如果我跟你说我这个直播间怪呀，去卖水果卖不了心慌啊，那我也不晓得心不心慌，不心慌吧。不要拿多了呀，就比方说拿两箱香蕉，拿一箱苹果，一斤赚一块，如果卖100斤就赚100块钱就可以了。嗯，最好买梨子，越多的梨子可以拿钱贴篮子上头了。现在长吗？啊，都在那儿放起来。我觉得这五个街的没得以前那种感觉了哈。是的吧？啊！谢谢我们江南蝈蝈，谢谢江南蝈蝈的点亮粉丝团，谢谢我们心态大哥。等我去南昌，我跟你说，妹，你要来我这里来了，我们这个直播间。要是有爱心人，有哥哥姐姐来了，他猛，等冰箱把一把把它玩个倒大的桌子干嘛的？自己家是水煮鱼肉，大的都是水煮包的。卖东西要等待呀，我卖不完的早上又拿来码头这里卖嘛。你比方说一斤可以赚2块，你卖100斤就可以赚200块钱。买那些放贷的香蕉和苹果放贷哈，香蕉和苹果放贷，要不我去做个水果贩子算了，真的这个不晓得做啥子。水果贩子，贩子，什么水果贩子？欢迎出勤蝈蝈。他们是水果贩子呀，贩子。欢迎快乐快乐。香蕉不一两天不会坏，拿那种深一点的，但是买的话都喜欢买黄一点的。马趴，苹果可以放。
在都鼓起来了哈，是的吧？现在在这鼓起来了，这个是我起来了。小姨，广告位的两只那个走在了，现在还不到。一小孩有的要是假如耍个女朋友，你就没说啥子朋友啊、同学呀、啊，说到我跟你说，保证那会他一趟都不得买给你品。真的是同学他说的。你是小的要不认说。他跟我说的，然后这样说的话可以考虑啊。好呢，要是应该有32岁的。你一会儿说37岁，一会儿说32岁，当然还说80岁。我们老师头发黑，比我爸爸还黑，但是他已经40多岁了。卖水果呀，我想去助农，嗯，我想去助农，然后帮老人们拿来卖，然后还有就是没有的时候就去，嗯，批发来卖。你在那说就是说你是87岁。他买那个呀，好洗澡的，来我给你喂一个。要喝水。嗯。要喝水。喝水倒上噻。好。OK 了。还有糯点点，好好吃啊！欢迎自由飞龙。你说出去买包面很有人气吧？买包面太麻烦了，要拿什么水呀、啊、罐儿啊、什么气儿的，有点恼火。拿个筷子眼儿嘞，不拿那个碗嘛，那个碗要不得。助农你没，助农你没这天天条件，重新烧眼儿嘞。就接点水呀、啊，帮忙接点水，还接不来。助农，助农要去买个车，买个二手车吗？妹去买个二手的那个装货的车。欢迎怕你见笑。我突然感觉晚上好闲呐、啊，没有无事可做。你拿个碗弄开水烫一下。你个老太婆呢？擦去。那儿有啊，一还要 Q 我还给煮啊。你不给我腌，我啷个 Q 我给煮去啊？你自己不会腌了，没筷子啊，手给长在桌子里。公主，你要帮我。你是公主，幺妹儿说她是公主，你要帮我腌，你不帮我腌，我啷个 Q 呀？哎呦天喽！帮我腌。你要喊态度，你不要那样子。你是公主，你是公主，公主病了，公主。什么病了？没得公主病，还得了公主病。没得什么病，还得了什么病。OK 哦。喷气的香，你会失去很多东西，你根本把不住。助农啊，我会失去很多东西。欢迎平淡如水，欢迎刁民无情。我也不晓得，最近这个直播好冷清啊，你看嘛。龙虾哥，你也不说话。想干起唱歌，再到二十。啊，不是。好像以前啊，要有积极的心。欢迎 W 明哥，感谢我 W 明哥，我会失去很多。其实我本来都是一无所有的嘛。嗯，欢迎刘叔。每天一两百个人，不知道你怎么播的。牛，这个是通粉，妹妹，这个流量都是。
都是通粉，然后码头主播多，他跑来跑去的看。这是哪声？这是哪呀？哪呀？嗯。在这儿。马上把那个端到那边去。你这都是借口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播。妈妈。嗯。真的是分离了。